秀才毕业多久？我这同学一个混得比一个好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大。我既然知道差距大，还天天各家游手好闲，还不是你带的好样？臭小子还敢顶嘴？给我摇回去创业上班，啥都行，不许再给我荒废人生。老爷，你忘了你刚放生了几十条鲨鱼吗？恭喜锤总啊！老同学客气什么？锤总新店开业，不搞点营销手段拉拢顾客吗？有道理啊！新店开业，免费品尝。过来，给我吃回本！把公司人都叫来搞团建啦！呸，下流皮！哎，嘿嘿嘿，第一天上班，加油！你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卖个啥破烂玩意儿？我要退货。对不起，先生，不能退。瞎扯！是不是我睡得好，才去找你？从小到大第一次，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呀！开除！为什么我干啥都不行啊？人只有朝着适合自己的方向努力，才会事半功倍。一定有条适合你的道路在等你。比如呢？这得靠你自己发现。哇！我才不要捡破烂！嘿嘿，看到没，我这条腿就是为了捡破烂而生的。嘿嘿，看好了。一秒踩100个易拉罐，拜见破烂之王。啊，不啥，好歹也是份工作，不是？太难了。